这个奉爷爷授予，这是徽媒呀，远近亲友，如有送给呀，巨细贵贱，大的小的贵的便宜，当时啊即化为美锦，交给李国祥保管。这是我是千载感谢。现在感谢，后边是我署名，高东鹤，西安，08年2月24日，好，这个你给他们看着就可以了，好，你不要讲，你现在你有钱没钱，你也不要买，你也一毛钱不要买。你爷爷是给我爷带点酒吧，那美国那酒吧，我住20多年了，我给出个没客气话，我好的坏的，我自己是爷爷都喝过。我在美国给他，我不是吹牛，我是借光喝的。美金400块钱一瓶的，美金四百块钱，并不是大姑给我买的，也不是谁送的，怎么的？你客人来喝的，就是客人有钱，客人怎么买？喝是美金400块钱一瓶的，400块钱人家喝美金400块钱的，不在乎剩半瓶都不要。可是他那围圈儿，老围圈儿，都跟我都多少年的了，是高伯伯，是高伯伯爱喝酒啊，给我留下，把给交给老板娘，说老板娘啊，这个酒啊400块钱一瓶，你拿回去、啊，给高伯伯喝，这样说我喝半瓶的那400块钱来的。有没有比较好喝？其他的有没有比较好喝？这我不知道那个好处在哪里了。那400块钱搁哪值得400块钱？不知道。哎，记得我看你这香香好不好？来，有那个两瓶红酒给你喝、啊。所以你又。你一毛钱东西不要给我带，酒也一瓶不要带，不要29块钱，还想着威士忌是吧？好，好，再见。